等一下，我这个没有弄好，怎么那么？嗨，这个架子，神一样的架子，等一下我调一下架子，它怎么那么歪啊？有毒吧，烦死了！一点点，我还没开，刚回来，还没拆，哎呦，有点热，反正是。跟我作对，非搞好你。我胖了，那是你瞎了。胖，你说胖了那是视觉效果，因为两边都扎了辫子，会显得脸变宽了。我一个星期瘦了5斤。头上这个是用口红垫的。你上来了呀？嗯，我早就上了。发型谁创意？我的创意啊，当然是我的创意。除了我，还有谁能有那么厉害的创意？把中间这个点擦掉，太难受了。时间太长了，我刘海都油了，都太热了，天，老出汗。我觉得这俩洞还挺实用的，还可以来里面放东，在里面放东西。看。啊，浪漫不需要，浪漫不需要。我在笑啥？我笑，我忘了我在笑啥。反正我觉得我第一趴就是笑的挺多的，因为我第一趴没有办法，就是直视我自己这个头发，所以我第一趴笑的还挺多的。后面我就不知道我在笑啥。我本来只扎了一个，然后但是说大家都抓双马尾，然后就让我扎了俩，我就扎了俩，发现扎了俩特别傻，特别智障。是的，但是很可爱。你
播的是那个吗？不是你画我猜啊。不是，我播的是口袋。你为什么不弄那个？我明天再弄那个。刚吃饭，吃饭把口红全吃没了。是的。演完，我当然就现在直播。每个时间什么时间直播都是有原因的，你不要想当然，就自己觉得是什么就觉得是什么啊！每次看到这种，我就特别想教育一下。好看的女孩子都在隔壁班，但是我们班，我在的班级都是好看的女孩子最多，我朋友也是好看的女孩子。好多好看的朋友，儿童节快乐，你也快乐，我也快乐。红包等一下再发啊，那人都没来几个呢，你就发红包，那后来的人多可怜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祝福。就祝福你作弊不会被抓吧。我觉得很高考很神奇啊，就是平常都是大家就是老师说不要考试不要作弊什么的，但是高考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我们怎么抄别人的题，怎么猜别人是不是学习好，然后我就觉得哇挺神奇的。对，我开个那啥。你开。你吃这个吗？这是啥？洋洋给的。这是啥？小点心。你喝吗？我不喝，我有那个。哥。哇，那么好。我要定时。我们老师还教我们在那个垫板，就透明的垫板上面用铅笔写上公式。我们现在没办法用手机发短信，因为入场前他会扫，用那个扫看你有没有藏手机进去，就根本带不进去了手机。高考其实监考的话不是很严的，真的。当然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能教坏大家。你睡吧，拜拜。拜拜。我看一下这个红包怎么发。啊，他我刚刚发了，他上面说发红包功能暂时停用，所以你们收不到我的儿童节红包了。这不怪我，不是我不发，是他不让发。他就不能，你走吧，拜拜，反正今天没红包了，不让我发。
我不是那种矫情的人，你要走我绝对不留你。哼，我就是这。哇哇，好厉害呀、啊、我的辫子成精了。哇，神奇！哇，好神奇！心仪，哎，您看。啊，我等一下，我在家。你看我的头发，像章鱼。我要开始游戏了，猪肉，你帮我。帮你干嘛？因为我那什么嘛，我比较就是那什么。脑子不好使，哎呀，不是不好使，就是你玩的啥？你说我猜。哦，那你放出来，我帮你猜。好，但我说出来，他们就听到了呀。他们说的时候，我要猜不出来就靠你了，因为现在人还不够。嗯，小主呢？小主在这里。好玩。咦？主要是喷太多发胶了，姐姐给我，然后就这样了，卷卷的啊！ Okay. 我的头发，没有人玩。我的头发怎么这个样子？等呀等呀等呀等。在耳朵后面。啊！原来我弄了半天都没有开开声音。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的，可以的。三个，还有两个，还有两个空位。这样好了吧？这样好一点了吧？可爱吧？嘻嘻。其实今天梳高马尾的时候，我还是挺那什么，害怕的，因为我上回那个公司教室，但是太让我受打击了，让我觉得自己像奥特之母。原来不用抢啊，你那么着急。哼，可能是现在太晚了，都睡觉。嗯，高马尾挺可爱的。我不是展示扎一个马尾，啊、我是在展示拆一个马尾。四个字。好啦，耶！我成功的拯救了他。这是我一开始的发型，我今天一开始的发型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都扎说今天集体扎双马尾，然后就逼我就加了这一个，然后我就是全场最丑的那一个，我好气气，哼！这么聪明，这么聪明，哇，可能是我形容的太棒了。我就这么随便一形容，他们就知道了，说明他们聪明。对，然后我每次都不行，我希望这次。我觉得看过 Love Live 的，那个 Aquas 的，应该都知道。看，因为这个就是菊莉的那个头发，就是这里有一个这个菊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估计。我戴耳机。脸上长了一颗巨大的痘痘，不开心。什么？你哪吒红孩儿？哎，话很多。你猜，自己画的，你信吗？啰啰嗦嗦，也不对，啰里吧嗦，婆婆妈妈。啊？不疼，疼还是当然是疼的，说不疼都是假的。啊，打字可慢了，嘘嘘。啊？好呀，你下次要你小猪佩奇，我都可以给你弄的。绝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弄啊。送烤翅不如送鸡腿，鸡腿更加就是能填饱自己。啊，什么什么什么丫丫智商就这样，才不是呢？什么我智商就这样，才不是。让我再想一想，这什么词啊？哇，离北京几千公里啊，好远。嗯，我学校也离北京几千公里。嗨，晚上好。怎么办？什么？你智商大概和丫丫差不多。机长，什么唠唠叨叨？我没有打这个词吗？唉，怎么办？我现在还是下星期你们再见我，我就是长头发了。我又要去接发。而且真的没有人发现我瘦了吗？我真的一个星期瘦了5斤，我自己都很震惊，好吗？你看我这个肩膀这一块真的瘦了很多。我今天他们都发现我瘦了，我今天穿公演服都松了，都松了。怎么瘦的？做运动呀，做 keep， 然后瘦。就是做那个天鹅臂，然后走那个跑步机。什么长话短说？真的，你不要看那个舞台效果好吗？真的，那个真的，哎，主要是今天发型原因，可能会显脸胖，因为它是两边都有，就会把脸拉宽，你们知道吗？松了就是腰那里松了呀。还有胳膊那里，全身就穿衣服就会觉得比以前空一点。不运动减肥，不摄入碳水，我知道呀。但是问题是，我就特别喜欢吃。我才猜对。那些面食什么的。而且我还是最后一个，是吗？然后我就运动减，我觉得运动好一点，而且运动的话就可以减脂增肌，会比较健康。如果是纯是饮食的话。那样的话其实很容易反弹，吃一口就反弹了，而且就是身上也都没有肌肉的话，其实更容易更再一次变胖，所以我觉得是就运动比较好，而且运动也就是有助于就是体型的改善。我最近自己就想练一下自己的体型，因为我有点驼背。不是啊，一直穿着自己的衣服，怎么可能穿错别人的衣服？别人的衣服只会更紧，好吗？哇，描述的好，很简单。一个月瘦了21斤，那你肯定是基数大呀，基数大你瘦更好瘦，好吗？我基数又不是很大，我基数瘦，我这个体型瘦一个月一下子瘦20斤，都真的皮包骨了，好吗？我要是体重150的话，那我一下瘦120斤，不是一下瘦20多斤，肯定也不是很那什么呀，对吧？我没有在 diss 胖子，我是说那个什么，我曾经也是个胖子，好吗？我最胖的时候120呢。这是不是我第一？最胖的时候120呢，但是我就是很快就瘦下来了，因为睡觉放假就瘦下来了。我是属于那种只要放假就会瘦的人，因为我放假的话我就会一直躺在那里不吃也不喝，然后天天玩手机，然后就他自己就瘦了，真的。我只要一放假就瘦。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吃东西就不要吃暴饮暴食，不要吃夜宵，然后运动是最好的。对，而且有点肌肉更好看啊，对吧？我其实不是喜欢，就是我喜欢的女生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就是那种瘦的，就我不喜欢那种瘦的，我喜欢要么有一点就是有点肌肉感，或者是有一点肉感的，就是体型好看的那种，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健康又好看。不疼，因为它是空气。
男生，男生。我觉得吧，举铁，我觉得男生都得举铁。你们知道举铁是什么吗？就是锻炼，就是那种，我觉得男生都得锻炼，因为你不锻炼的话，你怎么抱起你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老婆呢？你生了孩子你抱不动怎么办？然后你没有办法支撑你的家庭。我还是觉得男生得举铁，把自己练得壮一点才好。啊！我打得太慢了。举铁不能练腹肌，那腹肌你就用其他的方式去练。其他的方式就那个影子，我找了半天，我又是最后一名。练腹肌，对，我就做，我最近就做腹肌训练，就什么卷腹啊，什么什么，什么抬腿啊，什么什么啊，真的哇，真的好累哇，真的好累。我没有嫌弃肥宅，我只是说，就是让大家都健康生活而已。好嘞，这个成语就运动都可以，都是比较好。比如说，我要去找你讨。在我说你有偶像要什么媳妇儿，但是偶像以后几十年之后也是会成为别人的老婆的呀，或者别人的老公什么呢？所以说哇哦，珍惜现在。对，水一桶水才多少斤，你女朋友多重啊？你快点快点，女朋友好几桶水呢，你知道吗？我也能，我每次在学校就是我寝室水没了，我就能一个人扛水上楼。我还可以呢，我有女朋友我也能抱动她。你要抱我吗？你走开。嘿、hey. 我是直的好吗大哥。我相当于几桶水，我怎么着两桶不到吧。不要挤进来，但是很可惜的告诉你，现在口袋没有了发红包这个功能，它停止暂停了这个功能，所以你收不到红包。嗯，可以找一个轻点的女朋友，那你得能找到。你有没有女朋友都没有，你还想找一个轻点的女朋友？你要求有点多哦。抱不动可以用轮椅，你用轮椅那怎么上楼？轮椅怎么上楼？你说啊，轮椅怎么上楼？嗯，我没有 diss 你们，你们要就是觉得女朋友不好找，你找男朋友也行啊。反正我自己也没有，我说我也没有，你也没有，大家都没有，哪里是歧视你们？大家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对不对？我们都一样。那我的都说人喜欢瘦的，那就喜欢，那得那瘦的也得喜欢他呀，对吧？我思想哪里有问题了？各取所好吧，有人喜欢那样，有人喜欢那样的，我思想没有问题。那就取决于你自己喽，看你要是想找优秀的男朋友女朋友，你就要让自己变得优秀。对啊，你不你什么不干，你还想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瘦的女朋友、什么都会的女朋友、给你做饭的女朋友，那你自己也得变得优秀。B 站，就像我这种，又会做饭，又会赚钱，又会扛水，好笨，就是力气又大的人，要什么女朋友，对不对？我自己就可以了，真是，不需要谈恋爱，自己就可以。你不信，你不信什么？你不信什么？我没有钱，对不起。然后呢？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我没有钱。对不起，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没有钱，那有钱，看没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这种生活。你说，得买车买房，买车买房才会有人嫁，没有车没有房没有人嫁。你说你现在就是、哦、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就是，你要结婚你就得有钱买车买房先。哎，北京这物价也太高，北京这物价买车买房就哎，不要再说这个悲伤的问题了，我真的没有钱，真好。我一下想不出来。哎，
太穷了。我跟你说，你们比我有钱，真的哇，真的啊，真的没有人比我穷了，真的太穷了。我就是那种隐藏型贫困人口，你知道吗？隐藏型贫困人口就是，平常你觉得看我白白胖胖，有吃有喝有穿有玩的，其实我特别穷。谁？姐。其实我特别穷。我想住哪里？我想住哪里啊？有 CKG 的人吗？没有啊。为什么他跟我说让我找他，然后他跟我说他在317，我还吓了一下。我们在直播。Hello。没有啊。我去327看看。你挨个327，你就看看。傻儿子，走吧。你们房间这么多好东西。刘亦菲。我的。我走了。走吧。对啊，乔伊哥来了，我傻儿子来了。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每次对啊，他在发嗲，你去他在狼人杀 APP 直播，你可以去看。什么？耳机炸了？那就打字。乔伊哥来了，你手都虎来了。不会狼人杀，那有另外有其他的游戏，有一个新游戏叫你说我猜。李湘往来。哇，真的，你这种真是，我就跟你说，那你这就是你的不对，真的哇，真的，你没下载那 APP， 那你等到这个 APP 没有的时候，你看你以后怎么办？你还是下载一个吧，那个。我觉得挺好玩的。想哭，我不该说出来，没关系。我觉得那个挺好的，为什么你们都很排斥那个 APP 呢？我觉得 APP 蛮好的呀，而现在出了新游戏，新游戏进入门槛更低，更就可以直接就更也可以一起玩游戏，那个你也可以聊天啊，也可以直播呀。哈，目前不可能。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公司里的内部工作人员，还是我是公司里面内部的人？你知道，我知道。反正我是觉得你们觉得用户体验差是因为花钱，我知道。反正只要花钱要花钱的东西，用户体验感都很差。嗯，我是觉得，因为那个软件。不止那一个，只有狼人杀，反正以后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游戏，也有带就是纯直播什么的。他就是等他慢慢的发展起来，大大就改，就加那些东西，加完之后改完之后，然后你懂的。软件太卡，试管不好吗？为什么我不卡？界面跟几年前啊，我觉得我怎么说，我也不是说要捧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这样吧，哈哈。对，你们要理解，他们也没有很，他们也，就冲我那个总选证件视频，你们就知道他们做的东西会做成什么样吧，所以就不要太要求严格。我每次不是最后就是第三，反正第一还没有过。是的，我们不聊这个，结束这个话题。几点了呢？结束这个话题。结束这个话题，说点开心的事情。好了，三个字。说点开心的事情。形容一个人。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开心。是，说点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射击射得很准，会叫他什么呢？你们觉得不好，我也觉得不好，对。这，我不瞎，对吧？大家开心，就是重要的字，开心。他一个人，
我脸不小，我脸很大。下一个。秦腔手。你确定我比你胖？你确定我比你胖？上秤试试。确定？你到我先、啊。机长的时候才发现，我并没有视频里看起来的那么壮、那么大、那么肥，对吧？是什么病？你们看 CP、啊、那个公演镜头真是太胖了，都怪我，都怪我胖，都怪我。那叫什么病？嗯，你意义什么意？你又要说我胖了是吗？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踢出去。哦，我知道了，慢一点，救我了吗？就我了，糖尿病、啊，真的是这个？是啊，因为这个病的人公演胖二十斤、啊，年龄大的人，镜头里看起来我就像130斤的人。原来你们看 CP 发糖会得这种病。只有脸大的人。才能有自主足够的分量，脸大好占空，脸小就看不大了。眼高手低，看。我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很棒，比昨天聪明，是不是很棒？应该把昨天的剧情都叫过来，让他们看看我今天比昨天变聪明了。我最喜欢的星星，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星星真的是很好看的一个东西。那这样下去的话，如果要连着10天，其实脸大也不是很费洗面奶，同样的洗面奶，你多放点水，它就打泡泡就多。去看戏。所以。但是脸大费粉底是真的，多么痛的礼物！这是红白歌会。嗨，嗨，快打呀！嗨。守为了重庆的高考守夜，为什么要守夜？守夜是要干嘛？好，希望我的肉可以长在你的身上。我希望你的肉长在我的身上。好的，希望我的肉长在你的胸上。哎呦，20斤够吗？将信将疑，你有毒吧？哇，太有毒了！你刚才还说你要把你的那个放到我这儿，这儿就来一个词，说形容女孩子的胸很平。一马平川。平板吗？一马平川。一马不是两个字。两个字。太平，平板是吗？盆地是凹的。嗯，不对啊。那谁？什么？干嘛？飞机。直播呢？干嘛呢？直播呢？给我啊！为啥要跟你说？啊、我没有少。你要少干嘛？为什么？虽然你刚说到想把他的肉给我，今年你有少吗？这就来这个词啊。你有勺吗？嗯，没有。我有叉子，你要吗？继续讲，我都忘了讲到哪了。我讲到哪了？哎，猪肉，你看人家都知道打个灯，你不知道打个灯。我打了，我还星星型的，我你打了没？你下，过来，到我了，你过来。这不是有勺吗？哦，拿勺，木勺，你要吃啥？你洗洗没洗？好久没洗。你看你过来看，你看我打灯了没有？好了，现在是干什么了？你看我打灯了没有？没。还没打出来，这你都打不出来吗？气死我了！为什么？徐婉玉那边刚说到，小鱼哥又劈了。我等一下去打。暗示我什么？我等一下揍他一顿。我刚刚也吃了西瓜。
我哪说好几个月没洗，我说好几天没洗啦。哼，我恨这个词，我恨你这个词。哼，你知道是什么词吗？啥？机场。哦，对啊。我恨这个词。对啊，我差点就想起来了。啥好几天没洗脸？是勺子，是一个勺子。气死了，气死了。哼，发现我好多东西都是星星哎，我的自拍灯也是星星，我的这个也星星，我的这个也星星，我喜欢的，我最喜欢小星星。你们手速都比我快，不公平。什么什么我这个能播一七四七，你知道我多大吗？你就说你们又猜什么，都老自己猜，老自己猜，你就不知道真相瞎猜。哼，我来选题了。你中毒啦，你中毒啦，拜拜。我觉得这个词有点难猜，形容一个人就是行动不方便，就是有点癫痫。对，有点癫痫。你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它是什么呢？疯疯癫癫。不是，不是那些，不是 AABB 啊什么，没有叠词啊。形容它整个身体怎么样呢？整个身体行动不便。这样再提醒一遍，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你是第二个字是指你整个身体。你们说这些骚话都是我用过的，就不能说点新的。嘲讽，看到我嘲讽脸了。前两个字是形容他半个身子的，哇哇，快点快点快点，红包我都可以得八分，红包发不了，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功能。什么？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功能。不是四肢不协调，是有病啊。对，就是有病的那种。我说来是癫痫，有点类似癫痫那种。羊癫疯。然后就是，这样有人猜对了，我都猜不出来。他们猜对了，还有一个没有猜对，是什么？对，半身不遂啦，半身不遂。不行，你们下次要都猜对，这样我才觉得我表达清楚了。我想在这个口袋还能用之际再凑够我的提现额度，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差的挺多的。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是，你们猜这是什么？累积。你们猜这是个啥？你们猜这是啥？不是年复一年啊，我还刚准备打这个。它还变少。我知道了，还差一半。我要先打完再。别人一万就很快，哦、我的一万得一年。你看，哦，你家充电宝还可以冒烟，它还冒烟呢。你看，这是加湿器，是不是很酷？加湿器哦，特别棒！我的家小加湿器真可爱。特可爱，我的这个加湿器它变色儿，你看它绿了哟，等一下该变蓝了。嗯，其他的小伙伴你们看了吗？蓝了，它
等一下该变紫了，紫完之后又该红了，特可爱。最重要是它便宜，它才几十块钱。什么？看，变色了，马上就变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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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紫了，紫了。啊，我刚打出那个，是不是很酷？这个字好难猜呀。零分。面纹灯，面纹灯我家里有，我觉得面纹灯真的很酷，就是早上起来里面有很多蚊子。没办法，北京太干了，北京太干了。还好我下学期回学校，我们学校很湿润，湿的不能再湿的那种，就是被子都是湿的，衣服干不了的那种湿，因为在海边。嗯，我有捕梦网啊，我有一个白色的，不是最近买的白色的，我本来以为它很大，没想到买回来只有那么大。口水有关吗？我知道李光洙啊，我知道李光洙啊，就是长颈鹿嘛。李光洙挺可爱的呀，他综艺感很好。对呀，我在广西上学。你有毒吧？带点水回来，带点海水回来，晒一夜。学校在海边。再多一点。跳高。一种运动，奥运会项目之一。奥运会项目那么多，和水有关吗？我这种坐姿怎么了？又不会走光。那边传销是挺多的，特别是学校那边很多传销的，就搞传销的那种。但是还好，我们学校园里面就比较安全，哪个地方都有坏人啦，只不过那边。诈骗比较多，诈骗还有那个传销很多。我老觉得我们学校是传销组织，因为我们校长老说我们是贵族学校。哎呀，跳高，为什么是跳高？有毒。好，那你就看着我一步一步起势吧，耶。哪里说要跳了吗？网吧上网，手机被抢走了啊！我不需要去网吧上网，我学校里自己有网有电脑。一吨海水能晒多少盐？我不知道，别问我这种问题，我不知道。不是说海吗？你怎么突然说到黑海？我的灯好像要没电了，它慢慢的灭了。香蕉好吃，是，我喜欢吃，我喜欢涠洲岛，涠洲岛上面的海特别好看，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像修过图的那种特别绿蓝薄，就那种薄荷绿的感觉，哇，真的很好看。对，广西人说话特别像泰国的，就是。泰国的那种说中文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中泰，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中泰，我也想去中泰。刚拉出来很烫的时候就是，不是啊？这可要看人吧，因人而异吧。我就吃不了烫的东西。嗯。我就吃不了烫的东西，我就是只能。吹凉了再吃，而且我就是猫舌头，就吃就一点烫就吃不了。怎么烤的那么远？我本来只想烤郑州来着，然后对啊，好，只有你们懂。然后那一年就是我就很难过，本来是上二本的，然后现在就只能上三本，是因为我当时当时那个报志愿嘛，然后滑档了，然后不仅滑档了，还滑档了，滑了四次，就是
第一就 A 段第一第二志愿和 B 段第一第二志愿我都划档了，就是因为当你那往年没有人报的学校那一年突然一堆人报，然后就疯了，真的什么分不够，我分够的，但是只不过就是名额不够，就是扎堆报学校，你们懂吗？就是我就很崩溃，然后我就只能一鸣惊人。四川的跑浙江，那你也挺远的，大家差不多都挺远的。你问我多少分会告诉你吗？反正我考的不高，我是艺术生，我是学画画的，不需要考。就因为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所以去学画画，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从小学画，我学了十几年画画，所以我去学画画的。对啊，我是河南的。但是我觉得我学校挺好的，然后就是热了点，湿了点，黏了点。夏天永远不会有刘海。你在形容一下，因为海风太大。第二个字是什么？就是我是二本的分啊，然后就因为报志愿没报好，就只能上三本了。我也很难过，本来。上了一个私立大学，私立的。但是我们校长其实是一个挺神奇的人的，我们校长是北大毕业的吧，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校长是很神奇的人的，就挺神奇的，反正就。但我们学校挺好，我们学校这一届学长学姐毕业，你们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开了毕业典礼吗？在，就因为我们学校是。就是后两年会来北京，就是分开的，就是前两年在那边，后两年来北京。啊、然后他们就毕业典礼是在一个就是什么国家级的一个开会的一个地方举行的毕业典礼，我就觉得哇很厉害。你呀，今天刚刚才建立了自信，瞬间又没有了。我没事，你让我画什么清明上河图，我有病啊！上面提示上好像我又不是搞那种什么古物那种的，我是学动画的好吗？我没事搞那个干嘛？是啊，我平时直播挺少的，我平常不怎么直播，因为鸡腿少所以不想直播，而且平常感觉没什么话说的，我一般直播就是说废话闲聊的那种，无限多，无边无际。其实清明上河图那种你要硬画的话你肯定是能画出来的，你但是你画出来了能有什么用呢？我不喜欢那种临摹或者什么东西那种东西，我喜欢这是创作，然后我就觉得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哎，怎么说又说到专业上了，反正我就是一个就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创作的人。对，直播看迪迦，那个时候就是闲嘛，现在不闲了，现在事情更多了，没有什么时间，而且 ，no， 我平常不喜欢化妆，平常都是素颜，所以就没怎么开过直播，一般都是凑到公演完，然后化妆然后会直播。我又是刚打出来这个。没有，我大学才上了一年，还没有开始学软件。开始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大二，我开学还上大二，然后就才开始正式学软件。反正我没当过第一。反正我是属于就是，像打字要手动的那种。然后我以后其实是，我以后就是想学二维嘛，画原画那种，设计人物那种。我以后就是想搞那种。因为我不太懂，不要让我不太能就是是一个人名，不太擅长建模那些。要是你看过《武林外传》的话，那玛雅那些东西我学不会，我觉得太难了。师妹，我觉得太难了。他的全名叫什么？我还是比较完了，没有二维比较。我该不会没有人看过《武林外传》吧？啊？什么？
他就住无双啊。两头跑不存在的，我会很久不在这边。完了，你们因为学校太远了，我没有那个钱来回跑。错了，哦，完蛋。我没有，至少还是没有钱，你知道吗？对，坐一次飞机就要2000块。他的师妹，然后你就算坐火车的话，要花啊两天的时间才可以到北京。所以说我应该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的话，然后会回来，然后而且我回来肯定是会坐火车，不会坐飞机，飞机太贵了，要2000块钱。《神雕侠侣》里面那个有一首歌。叫什么天下什么什么，我就是要在北海待两年，然后就会回北京，然后放假的时候会在北京。当然有人说对了，但是时候在北京待着。我这样你们都能答对，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谁。我有手绘板啊。你们竟然能答对。我们是去年就是有课程，就要手绘板画的东西。但是什么陆家庄的，陆家庄是谁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另外一个人，但他是谁啊？任盈盈。为什么有人回答任盈盈？我就根据弹幕来解释好了啊、大家都懂的，都懂的，对吧？都懂的，哎，就不用多说，大家都懂的。他叫陆无双啊。都是因为神雕侠侣里的呀。热爱，因为热爱偶像这颗心，所以大家才会聚集在这里，你懂的。我就是因为就是某些原因，对吧？对吧？嗯，都懂，都不容易，都不容易。结婚之前要干嘛？一种行为，单身派对。谈恋爱。结婚前不是要谈恋爱吗？几个字啊？嗯，我觉得有的可能看个人嘛，有的人他就是觉得结婚前要干嘛，就是两者必须要选一个那种谈恋爱，有的人就是选择花钱两头跑，然后有的人就像我，就是选择，就是也算是就是两边都不愿意，就是放弃，然后就我就是觉得放假回来，然后有重要的事情回来，挂在家里。刘冲田的性格其实拍照啊，他挺安静的，有点内向，对。我是商丘的，河南商丘。啊，对，就是很难选，而且这边有很多特别很好的小伙伴，对吧？好不容易交了朋友，然后也不愿意以后再也见不着。又说骚话，我可不是好骗的小姑娘。拍婚纱照。老乡，你也是河南，呸，你也是商丘的吗？老乡，哇，我跟你说，我们队我好几个老乡，真的。我们队那个乔乔是洛阳的，然后。我们最近有没有觉得我眼睛变大了？王宇轩，哎，王宇轩是哪的来着？反正王宇轩是河南的。我知道河南，我知道河南哪个市的。他驻马店的吗？不是吧？不记得了。然后宇轩也是回去参加 cos 生嘛、估计不参加了吧，因为没有我认识的人，全是学弟学妹，然后我不是很想弄，而且我不想再花钱弄那个了。屏保就可能以后的话会有钱的话会再玩，然后那个谁还有新来的那个也是，好像也是洛阳的那个高蔚然，四七他也是河南的，谢谢。华县，我不知道华县是哪里。不要说，我在商丘上的几高，我在商丘上的是实验高中，就实验中学高中部，对，我初中高中都是实验中学的。
下回不说了。对，河南都是我们河南出漂亮的妹子。是的，我们山西也出漂亮的妹子。嗯，预备生理，预备生理，那个傅艺轩，夫妇跟夫妇，然后还有那个高蔚然，他们比较熟，然后跟那个周湘也比较熟，就他们三个比较熟。睡吧，拜拜。拜拜。两只蝴蝶，对，我们山西很多漂亮的、啊。对吗？两只蝴蝶是谁啊？山西的醋真的好喝，我爸去山西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醋，我觉得很就是很香的那种。嘻嘻，嗯，我也觉得好看。是他唱的吗？谢谢。反正我就是。啊，我想说啥，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啥。哎，你们也不问我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啥。红包，红包就是，谢谢。现在已经发不了红包了，它没有这个功能了。要走多久？嗯，没多久吧，其实就是放寒假会回来啊，然后上学期间如就是会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回来一次。对，就是看那边安排吧。我们学校应该不是很多课，而且我辅导员也是我之前的辅导员，是一个大姐姐，然后她了解我的情况，她跟我说说跟她比较好请假，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好。我不在高中，我大学。对啊，因为太久了，刘海太久了，然后喷了那个胶，喷了那个喷雾，然后就比较。好，甚至想到了哆啦 A 梦，还有铁臂阿童。新公演的话，新公演我在啊，我新公演我在的呀，我肯定首演是一定在的，然后之后就会有人替代我的位置，就帮我，就占我的位置。刚刚卡了一下，现在应该好。高什么？高达是什么？高达是谁？手伤了，手没有受伤啊。高达是谁？这次完全靠了弹幕。你们要不要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年龄的？我还是说我知道的太少。好，我有空会多直播的。对，我在学校肯定会多直播的。我在学校肯定会在宿舍多直播，或者是带你们看海，带你们去看海。而且我会多。在学校我会录视频，我去勾搭学弟学妹，让他们帮我录视频，威胁他们给我录视频。在海边那边，然后我下个星期就长头发了，因为短头发我还是觉得我现在这个长度做发型太难了，因为五虎里的，我现在这个长度，它就在肩膀这里，很容易就会，它会后面会翘起来，就是很烦。我就想接头发，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它自己就会再长长一点，我再把它拆掉。好，好，晚安，早点睡吧。我们明天休息，所以可以晚熬夜。你们早点睡吧。对，我放暑假会在的。但是我总选后会请假，因为要回去收拾东西什么的，然后办什么，办理一下学校的事情，因为毕竟两年没回去了，然后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接头发不难受啊，接头发不难受，接的贵的。知道为什么穷了吧？因为要给你们看漂亮的我，所以要花钱，所以我就穷了。我很难过，你们还玩吗？好，晚安，拜拜。我要回学校。男性是什么星座的？天秤。不可爱，傻逼可爱一点。反正我，因为我
对，我是我也是天秤座，所以天秤座就比较在意脸，在意颜值，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所以会经常把钱用在打扮自己上面。天平面平面字念唱文盲文盲，哈哈哈哈哈，像你们说我们盲想，看吧。嘿，快把袜子脱了，谢谢。我不说你们。你们明天有没有工作或者是上课？你们要是要睡觉的话，我就关直播，然后你们去睡觉。前两个字表明你从大学养生。对，我其实很养生，我还去按摩呢，就是那种疏通疏通经络，然后按背这里，然后什么的。后面两个字形容你人和人之间的。六一儿童节放假，每个人之间都是。我一想到六一儿童节，我爸就给我发了6.1块，我就很生气。我爸太抠了，我妈就给我发了10块钱，我觉得他们都好抠啊。啊，你们？气死我了！我总觉得我不是亲生的。其实你们差不多。他们对我好抠啊。前两个字是猜对了的。后面两个字是人和人之间都会是什么呢？那种，对呀，我看到你们有人把后面两个字答对了。我爸就跟我就是，我爸跟我就是兄弟情。好感动。对，我跟我妈从小就是行了，有人猜对了，打着长大，表达还是可以的啊。然后长大之后，我爸就打不过我。前两个字。我爸就是那种，我们俩会吵架，有的时候吵架，然后他就要打我，然后我就把他掀翻在地，然后就吵不起来了，因为我爸怕我把他给就是老骨头给打断了。我爸每次就说，对呀，我就说打断那两个字了，就说我就像个男孩子一样。什么样的？你和每个人还不是我爸教的，从小我爸就教我要独立，要自主，然后有人欺负你，你就欺负回去，你打回去，然后什么的那种。我爸从小就教我这种，所以我就是那种休学两年可以啊，我们学校是可以休学两年的，但是只能休学两年。我是那种从小就正义感爆棚的人，然后我就是不会去主动去欺负别人，除非那个人犯了事儿，他惹到我了，或者是他欺负别人了，我才会欺负他。我爸真的打不过，真的不信，哎，真的我又不想说，我初中还打过架，我初中跟男生打架，一个比我高一个头的男生被我按在窗户旁边打，踹。这样说出来是不是不太好？说出我打人的历史，这样好像真的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变得文静又女孩子了很多。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打人，就是打架，我就是打，从小学就幼儿园就打架长大的，就是对啊，当然有男生打我了，就是男生就很奇怪，小的时候就很别扭，一般我就跟喜欢我的男孩子打架，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觉得很搞笑，你喜欢人家为什么还要惹别人，还要跟他打架？我就很尴尬，他还打不过我。我从小就，然后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特小的时候，因为很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男生女生不是那种力气什么的都差不多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人敢跟我玩，害怕我打人。然后我上了小学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有就是小闺蜜啊，小姐妹啊那种。为什么？就是让我吗？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兄弟跟男生玩，因为女生，我觉得小时候觉得女生太弱了，不想跟女生玩。哇，你都说出来了，你都说得过去啊。
我因为我小学是我小时候是优等生嘛，然后也是就是值日班长，还是大队委员，然后所以我只要我要要是有男生跟我打架的话，老师都会骂那个男生，不会骂我的，因为老师也很喜欢我。我是那种很招班主任还有老师喜欢的那种好学生。因为我说一句话，就是我比较擅长在老师面前装乖的那种。我要回学校。哦，对，虽然现在很多 staff 觉得我不乖，但是我真的很擅长在老师面前装乖，因为毕竟跟老师又不是天天相处，他也看不到我暴露的那一面哈。而且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大概是就是三观太正，然后太就是理性，然后会导致有的人觉得我不留情面，不给面子。因为我就是论事不论人的那种，有的时候就我就纠结的就是那个事情的真相或者什么的那个，然后就会出现很多误会，就是刨根问底，我比较喜欢刨根问底那种，就我想知道的事情我一定要知道，你不回答我我会接着问，然后你再不回答我还会问，然后问到你跟我说为止。很适合当警察，但是当警察的话我可能身高什么的都不太高。其实我小的时候很想当检察官，我就是有一颗就是正义的心，你知道吗？我太正义了，以至于我从小就吃过很多亏，就因为老做正义的事情会吃过很多亏，老是替别人挡枪，替别人背锅，替别人就是扛一些不好的结果，就会比较容易被别人拿枪使的那种人。我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太热血了一点。快快，他们看你们了，就是会喜欢帮别人去出头之类的，所以我就没办法。但是我还是喜欢做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这样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活在世界上我是有用的一个人，我不是那种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有问题的人。对，声泪俱下，快点睡吧，拜拜，晚安。那你们要睡觉，那我也关直播啦，都早点睡，拜拜。明天后天还有公演呢，还有 CKG。再看我英雄学院，超好看，超好看，真的。哇，真的推荐你们看那个我的英雄学院，真的超好看，超级热血，我看了两集我都哭死了，真的好好看，真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火影忍者的那种感觉，动漫是动漫，就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哇我要哭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看这种热血的，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就是火影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特热血那种，就是那种不顾一切我要做到自己要做的事情那种人，我真的很佩服那种人，你们知道吗？我真的哎热血啊，一碰到这种热血的事情我就要哭了啊，我中二魂燃烧，真的哇，真的哇，哦，那不一样的好吗？那种是偏少女的，然后这个是真的是热血少年番，不一样的，真的，那不是马猴烧酒那种类型的，这不是一种类型的，虽然都好看，但是不是一种类型的，这个就是感觉会激起很多人就是年轻时候那热血和冲动那种感觉，真的，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棒，真的推荐你们去看，就推荐你们去看我的什么，我就是真的很好看，真的太好看，真的推荐你们，真的很后悔那么晚才发现那么好的一个番，真的。就是我的内心里面住着一个漩涡鸣人，你知道吗？我的内心里住着一个漩涡鸣人，我真的，我如果是一个男孩子的话，肯定是那种，就是特别热血的那种，
真的，你知道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看火影忍者的时候，真的最喜欢的就是鸣人。虽然虽然我天天就是说自己最喜欢佐助，因为佐助长得帅，但是我心里一直住着鸣人。真的，鸣人真的几个小时了，我的榜样那种，真的住在我的心里。今天我开过两个小时，我真的很喜欢那种题材。现在几点？国九。什么？我长得像楚田？是国舅，还有那我可以找机会 cos 一下。嗯、啊，我真的很喜欢。圣斗士星矢有点，圣斗士星矢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类型。其实我虽然小的时候看过，但是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的。我累吗？我不累。我要回去了。真的，哎，鸣人真的。不待了。大概就是。而且里面也都是我觉得也都没有去，我都没当过第一。对，最后就想起自己热血的年代，自己的青春。哇，真的青春，真的这个东西类似这个。哎，不是，早点睡吧，拜拜拜拜拜拜，晚安，麦当劳改晚安了。改了几个字叫什么？晚安，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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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就是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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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上课呀！挂了，挂了。汉堡王呀！